我们看这题目，已知这个事实成立，则多项式 4x 三次方减 3x 除以 x 减 cos 20度的余式为何？好，那么这里我们根据余式定理，这 x 我们直接以 cos 20度代入，那么就可以得到余式。所以呢，这余式为4乘以 cos 20度的三次方，去减掉3去乘以，这是 cos 20度。好，那么根据题目给的关系是4乘以 cos 20度的三次方减掉3乘以 cos 20度是等于 cos 60度，所以呢，这是等于 cos 60度。那么 cos 60度是等于2分之1，因此呢，我们这题的答案要选 B。 这个答案